家好，欢迎观看 JS Life Channel， 我是 Sandy。 9月8号在店里看到一些出清更特价的商品，来跟大家分享有不错的淋浴手持花洒，还有看到太阳能灯柱在出清，加上一些网站上没有特别公布的特价商品，但每周商品和价格可能略有不同，都对这些商品有兴趣，采买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。此拍摄地点为德州的 Cypress 分店，计价为美元哦。若你对 Costco 特价商品有兴趣，也请订阅跟分享。可持续手持花洒，出清价 39.97， 6.5 英寸花洒和 3.75 英寸手持式花洒，创新的 magnetic 磁性底座，方便拉取 ，spot resist 拉伸捏饰面，可防止指纹和水渍。60英寸的无扭结金属软管，三路分流器允许淋浴喷头单独或一起运行。太阳能 LED 通路灯柱六件装，出清价 29.97。包括六盏太阳能灯柱，采用防风与金属结构，油膜青铜饰面，软白色的 LED 灯泡。每盏灯单晶太阳能电池板，充满电后可使用8小时，包括可充电电池、地桩，仅限户外使用，安装在上午下午直射到太阳的地方。调味火鸡肉汉堡53盎司，出清价 6.97， 成分火鸡，调味料盐，迷迭香提取物，采用没有打抗生素饲养的火鸡肉，一盒有10份，90%的瘦肉加10%的脂肪。 Olay 新生高效紧致精华露两件装，出清价 19.97， 主要成分维生素 B3、 玉兰油，无油腻感的紧致精华露，快速吸收不油腻的配方，专门设计用于抗衰老、保湿，减少细纹和皱纹的出现，去角质，帮助表面细胞更新，水合作用紧致肌肤，抚平肌肤纹理。檀香沐浴露16亿量盎司三件装，出清价 6.97， 天然提取的沐浴露配以檀香的香味，轻松洗去污垢和汗水，适合所有的肤质。保温杯20盎司两件装，减价4元，特价是 3.99 至9月12日。多功能盖子包括吸管和滑板盖。18:8 双壁真空绝缘不锈钢饮料保冷长达15个小时，粉末涂层涂料让你不会感觉到外部的冷热。多用途滑盖和吸管，盖子洗碗机安全，有两种颜色组合可做选择，底座内置开瓶器。夜间精华胶囊一组共50颗，减价8元，特价 24.99 至9月19日，包含大瓶40颗和小瓶10颗精华液胶囊，为植物性胶囊，无香料，含有透明质酸，可减少细纹和皱纹，可以将水分从皮肤内部吸收到表面。深层抗皱精华洁面乳6亿量盎司两件装，减价4元，特价 15.99 至9月19日，可去除油脂、污垢甚至脸妆，富含视黄醇，让肌肤看起来更健康，可抗衰老，打造更光滑的肌肤。日常保湿乳液三件装，减价 3.5， 特价 9.99 至10月3日，两瓶24盎司和一瓶6盎司适用于中性脂干性皮肤，富含维生素 B5 和皮肤必需的保湿剂，临床证明可保湿24小时，清洁不油腻。无糖绿茶 16.9 一量盎司12瓶，减价 3.3 元，特价 11.69 至10月3日，用日本绿茶制成，肥基因改造，不含脂肪，
台湾的产品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，谢谢观看。有任何建议也请留言，请订阅、分享跟按赞哦。